政治消息，朱立伦、王如恒彰化县竞选总部召开记者会，总部主委谢展林哦是来抨击这县长为民国的看守，透过通信软体抹黑国民党提名立委候选人。谢展林是来指控这县长夫人这个举动是公然介入选举，传播不实的指控是囡仔人的行为。国民党议员站几排，大声发出心中的不满。会这么生气，就是因为这张合成的图片。朱立伦彰化县竞选总部主委谢展林表示，希望为民国在选举的时阵，爱加关心县政，更加爱加关心家己的家后，唔通只关心选情，和家后做出这种偏差行为。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魏县长要多关心自己的太太不要只有关心立委陈淑月的选情，这样造成太太心里的不平衡然后呢，导致做出一些有一些偏差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太太做出一些偏差行为，相信。为民国回应讲，这是工作内部的文宣，嘛真正常，内容是会使受公平。伊甲太太拢真无闲，不过嘛是找时间意见交流，互相关心对方。我们会意见交流了，但是也是很忙了，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就睡了。我一大早就出门了有时候连说的时间都没有。一个群组的一个文宣大家是传来传去的了，所以，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也可以接受公平的。国民党中华广东部主委嘛讲，希望蔡英文爱约束民进党员，卖阁进行攻击性的文宣，因为选民的目睭是明亮的，一定会用选票加倍奉还。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